会情姐妹，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恩师姐也是。我是代表我家人在这里对我的父母做一个见证。每个人的母恩的就是不同的经历。我本身呢，在应该是在18年前，我以前在碧浪铁飞受洗，那时候是我相信是跟一品的那些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一路来依着我们家除了我之外，还有我第二弟，还有我三姐，还有我第四个姐姐，她是一个天主教徒。我们从小，其实我从小都有听过福音。我在一个很小的利州，很小的一个小镇长大，那地方是叫布仙，布信。那我家对面都有一间那个很小的教堂，越不会。所以每一年的圣诞节，那个牧师都会来我家邀请我们全家对去参加那个聚会。那时候所认识的耶稣就是在圣诞节呢，小孩子那时候小，每一次参加呢，他们都有送给我们一些小的礼物。直到我中学的时候，真正有听过课呢，就是在中学，我的一位数学老师，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的数学一路都是在比其他的科目是比较好，所以我跟这位中学的老师是相当的有比较好的关系。那时候我看他是很严的一位老师，对学生是很严，然后也不了解为什么他对我们这样严格。就是在我初中考完了初中的时候，他忽然间他有跟我讲说还要提前退休。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想提前，他讲说我要全职做神的工。但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基督徒。这样子从那时候开始到我中学，我是另外一间，因为我读理科，所以就在怡保另外一间中学开始我的高中学业。那一路来我都有跟他有电话的联络，直到我上了高中，我是读这个什么建筑学，所以那时候我也是有联络他，他讲说盼望你能够继续的依靠主。那时候我也是还没有信主，但是时时刻刻他有给我些鼓励，神的话语的鼓励。就这样我就从妈妈学院毕业出来，就开始我的工作。我是在1984年出来做工的，然后今年已经是32年了。一路来我是在中国工作，然后有一段去年在1994年我被拆派去沙巴，那时候在沙巴也是在那边已经做了8年了，就认识我先生，然后就因着他，因为我先生的家人就是黎明的8个，他整家都是信主，然后因着我先生他是基督徒，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是每个星期他都有去教会，然后我也因着他也跟着去参加礼拜聚会。从那边我真正的就是能够认识耶稣，也真正的能够认识
婚姻。就在我婚姻，我结婚第二年，我甚至也是有一点他的旧病复发，这样就回来之后都能治疗一段时间。那我们又同时又回到沙巴。那时候我父亲呢，我父亲70多岁，他很疼我，都还是他也是很担心我一个人能够照顾到我先生嘛，因为他也是有生病，有一点他是有忧郁症的，所以他也要跟我回去沙巴。但那时候我也带他去教会啊，我们参拜的教会。然后有一次我记得，有个布道会，就是张少林他的音乐布道会在沙巴，让很感动他的诗歌。然后他过后他有呼召，有呼召我们所有主动的要出来嘛。那我父亲那时候说他就站在我旁边，我先生是站刚才他是在中间两旁的老夫，那我就讲因为他中年很出气，他是有一些冲动，但是又不懂事，因为他很迷惑些。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他的主观啊很强的，因为他没有什么说的教育，就是他们的观念和佛教的观念，我们讲说这个是洋教啊，所以他想要出，但是又很没有信心的出，但是那个我们的牧师娘看得出，他就过来就鼓励他，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出。这样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放在法国上。又来这18年啊，我的家人啊，我啊，还有我二姐啊，都为我的爸爸妈妈祷告，希望他有一天主真正的能够感动他，然后他能够蒙救。感谢主又来这样的带导。像去年因着我可以讲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，就是我二姐，其实我二姐也是我的一个种子。当我信主的第一个带领的就是我二姐。然后我二姐在8年前也是我们也就都一路来，他们在怡保，他们四个人，我大姐、二姐，我父母都是同一起住的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好，而且他们是住在一起，所以每个星期他有鼓励我父母去教会。去年是因着我二姐，她是因着工作的关系，她得了一个小中风，60岁，我二姐60岁，就小中风。这样我们就鼓励她不要再做了，因为这份工是她是做康的，所以她就把这个工作放下，然后全然的她跟她教会的牧师，每天她牧师也是很关心她，每天都有来跟进，然后她很快就恢复了。这样我爸爸就看到我二姐这一次能够她健康能够恢复，就是神的恩典，神的医治。这样每一天她的牧师都有来关心她，还有妈妈。其实我妈妈也是她比我爸爸更早要接受主耶稣，但是因着我爸爸，所以他也是没办法啊。就因为我二姐她的小中风好了，所以我父亲也是感动。到最后去年12月15号，他们两老，我爸爸90岁了，我妈妈87岁，他们两个在怡保昆仑喇嘛卫理公会受洗，就主恩分享。这是很大的恩典，就是讲说我们没有放弃，
总有一天主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把荣耀一切都归于主。谢谢姐妹的见证分享，欢迎她的家人们。